Hello, Light Today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欧总，我是哲彦，我是文婷，我是子祥，我是嘉诚，我是祖安，我是幻君。接触唱歌这件事情是在国小的时候，家里会有那种自己数位的那种卡拉 OK， 阿公阿妈教我的第一首歌就是萧煌奇老师的《阿嬷的味》，第二句就很感动，他就是。你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嬷对我上好，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就是小时候，阿嬷对我最好，她都会把最好的给我，卤肉给我吃，然后最大块、最肥都先夹给我。因为最近天气非常冷，只要压力大或是疲累的时候，我就会听欧总的《火花》。是无情功因为歌词里面跟想传达出来的氛围都是比较温暖的，过年的时候听火花都心还是会一直暖暖的。为了找寻方向，心里有个梦想，我们闯进彼此的磁场。我的话是梁文音前辈的依自己，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我们生活上一定要爱我们自己，然后要善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的心换上崭新的日历，就我的心每一天都是新的，就是换上崭新的日历。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就是每一天虽然我们都在忙碌或者是工作当中，但是我们在每一天都要找出新的自己，要不然你每天都不会进步，而且要让我们的心都是快乐的。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一首歌叫做 Drunk Face， 来自于 Machine Gun Kelly， 里面的歌曲就是在写说我们应该要趁青春的时候不要太害怕心碎，不要太害怕受伤，然后勇敢的跨出每一步，勇敢的生活，勇敢的犯错，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养分。 I'm still young, wasting my youth, I'll grow up next summer。 我的话是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，这首歌是我以前低潮的时候会听的歌，因为他在写的是他在追梦的过程中，然后一直很努力，然后默默的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可是压力什么都很大，可是他却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带给观众。天天听我说心里变化，慢慢长大，无奈变潇洒。蛋堡的史诗，这是我第一首接触的饶舌歌，然后也是我之后每一次试镜会唱的一首歌。疏远了所有人际关系，我没有空，什么都没连，那也没关系，我还有梦。在追梦这条过程中，也许就是没有人会理解你，或者是你身边不会有朋友啊，或者是伙伴这件事情。但是没关系，至少我们还有梦想。梦想是一个身旁的人也许无法理解的东西，但自己理解就好了。我们全新 EP Unicorn 已经上线了，那我就问大家，敢不敢把它设成 LINE 的来电打铃啊？敢不敢吗？敢不敢？敢吗？我就问敢不敢？快点，什么意思？快点，超凶。